转呼啦圈的好处和坏处。呼啦圈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运动瘦身方式，那么它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？转呼啦圈可以消耗身体能量，坚持几个月的呼啦圈运动后，腰腹脂肪会减少。在转呼啦圈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一种对腹部进行按摩的过程。呼啦圈对腹部施加的压力会促进肠道蠕动。呼啦圈的转动主要是依靠腹肌和背部肌肉的舒张和收缩，此时对于这部分的肌肉可以起到很好的锻炼，对于预防颈腰椎的疾病非常有好处。但转呼啦圈的力度过大的时候，很容易损伤到肌肉和腰部韧带，尤其是长时间转呼啦圈，严重的会导致腰椎劳损、腰椎增生。其次，如果肠道过于活跃的人群，过多的转动呼啦圈可能引起肠扭转或者肠梗阻。